格斗界曾经的天才。听他们说你是个拳手，拳坛风云，还挺能打的，是不是？还行吧。陈峰，十几年前是你打死了我哥。十二年的时间，不可能一下弥补得了。那你到底想问什么？当警察找到你女孩的时候，我保证他连一根头发都管上。我是他父亲，我一定把女儿带回去。干什么呢？我也是做保安的。妈呀，这年头，是个人都能干不完了。